2011年是让我们很惊奇的一年，我们做了很多相同的工作，但是特别有几件的事工让我特别的非常的感动。我想先谈谈精力神。其实在今年10月份最后一次精力神做了那么多年，其实我心里面本来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动摇，但是在这次的聚会里面，弟兄工作突然兴起，Mass Talk 弟兄在下午的时间来支持我们整个释放的工作，而那次的释放工作也是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在弟兄中间最让我感动的一次，也带来很大的生命的改变，从后面的见证分享。所以我想这次10月份的整个的精力神营会扭转了我很多的观念，我再一次看到神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借着精力神营会怎么样带来医治、释放、恢复，那么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在那次之后，其实我就不再动摇，我知道精力神营会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教会的。所以我想明年的时候我们会更深入，那么更持续性的继续的在精力神营会工作上我们继续的努力，我们是一个使人生命改变的教会。让我很感动的也是这次在 Holy for Life， 那么这次是全新的团队，那么我放手给新的团队来策划执行整个的Holy for Life， 但是让我很感动的是，本来我有点担心，但是后来我到了现场，我看到整个团队运作得非常好，那我也看到全新的领袖在那里服侍，整个过程里面远远的超过我想象。我看到整个 Holy for Life 对于社青的布道工作上面所带来的改变，而整个新的团队能够接棒成功的接棒，我自己非常的兴奋，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意向，我非常的感动。那么第一次我们做了 Holy for Youth， 我想这是过去累积这么多年我们做精力神也做了 Holy， 那么也做了 Into 聚会，在我心里面最缺乏的一块就是那个缺的那一块拼图，其实是青少年的精力神营会。老实讲这么多年不知道怎么做，但是这次借着 Into 给我们的帮助和 Holy 的经验，精力神的这些根基还有团队，我们一起努力。我非常震撼也非常感动上帝在这个聚会里所带来的整个改变，一直到10月份甚至到圣诞节，他们还没有忘记 Holy for Youth 在他们生命中的感动，他们回来受洗。我们很少参加过一个聚会啊，过了快6个月的中间，而这种影响力还在年轻人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开始的一条青少年好像精力神营会的服事开始的道路。明年我会办第二次，所以我心里觉得那是我这么将近10年所缺的一块拼图，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拼上了，而且就看到很好的效果。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的借着 Holy for Youth 去赢得，去帮助很多迷失的青年人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婚姻成长营跟祝福礼也是上帝很祝福我们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的意向。我们建造整个家庭是我幸福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相信家庭是最棒的见证。所以一年又一年，其实我们做这个婚姻成长营跟祝福礼，我发现我们越做越有恩高，而每一次看到在这里重新立约蒙试他们的爱情，那么每一次我们都看到上帝奇妙的工作在我们中间，那么建造家庭是我们的意向。那么祝福后龙，我们2年1次的祝福乡村的计划，今年我们拉拔到后龙，我觉得非常的奇妙。那么我记得2年前我们做祝福新社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成功，但是老实讲我们也很辛苦，但是在这一次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团队那比以前更加的老练，那么也看到神使用我们，那么祝福了整个乡村，带来那个影响力，也跟后龙的教会有很好的连结，那么这其实完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相信神不断地使用我们的影响力，不仅是在城市，让我们教会强壮以后，我们要成为台湾乡村的祝福。我们很感动啊，同工们在这中间里面，我们所做的一切，以爱点亮新北市，那我想那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意外之旅，也是惊奇之旅。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的，但是神不断的引导，那么让我们看见神很奇妙的带领。我们在4个小时我们营业额达到150万，总奉献额我们超过200万，那么还有13万奉献给我们板桥的
皆有的服事，恩有忠心。其实这所有的一切，老实讲，并不在我的计划以内。但是我想，神怎么引导我们去，我们就顺服，我们就去。所以我当时我也说，其实我是很想看一看，到底上帝到底为什么带领我们到新北市的市民广场，神要做什么。我想我们都一起经历了上帝很奇妙的工作，但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正面影响力的开始。今年我们正式跨出去了，我们的长辈们的工作，我们开始了家乐团契。那么这是为年长的长辈所预备的一个聚会。我看到每个礼拜将近目前大概有40位的长辈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那个已经成为他们一个礼拜当中他们最兴奋的时刻。我跟长辈们谈，跟同工们谈，哇，他们每个都说非常的快乐，他们仿佛找到一个家。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能够在这里建立教会，我是很满足的，我是很幸福的，能够带给这群长辈们有这样一个快乐的家庭，这么快乐的地方，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快乐。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其实在我心里面，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在祷告明年度的意向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在想的是，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有家乐团契长辈的工作，我们有天使面包店有儿童的工作，我们有 Holy for Youth 青年人的工作，我们 Holy for Life 讲到我们的社青未婚青年的工作，以及我们的 Men's Talk 我们的 Women's Talk。 那么我觉得我感觉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好幸福。所以10月份的时候，其实我祷告为2012在祷告，上帝给我一个感动，说你不仅仅是一个使人生命改变的教会，过去我们经历神也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那么下一个10年你要预备成为一个幸福的一个教会。那我就祷告说，主啊，那我们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教会呢？我们不断地说我们要破千，我们要增长，那么我想人数的增长不会带来整个教会的幸福，那么最重要的是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要得到好的牧养，好的造就，他们的青年人在这里被造就，他们的儿女在这里被造就，那么他们的婚姻在这里被建造，许多人在这里找到梦想，那每一个人从老到少在这里都有很好的牧养。那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幸福呢？我想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有小组长。如果我有100位小组长是成熟有梦想而且是有生命的小组长，我想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都会得到很好的牧养，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教会。刚刚谈到这么多的事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感动在我的里面，那也就是我们在2011年做以爱点亮新北市的时刻，其实那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时刻。我们完成了儿童资助10年计划，而我们在3年的中间就达到了1000个资助桶在全世界，那么并且今年奉献了200万给东非。我很感动，是因为我当那一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在寒风中，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夕阳下，我们一起在新北市市府的立标，我们在那里祷告感谢神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感动，是这不是我一个人去完成了这个梦想，乃是我们一起，乃是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江子翠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完成了上帝托付我们的梦想。起初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里，但是我现在渐渐明白，我们在建立一个使人生命改变的教会，也是一个幸福的教会。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这不是我一个人在这里建造，乃是有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努力在这里建造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并且带出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我衷心的期待2012年我们要一起来建造一个使人生命改变还有幸福的教会，为下一个10年做预备。